李宗盛每拍三度。媒体报于小27岁交妻密婚三年，两人合照流出。今年七月将满60岁的李宗盛近日被港台媒体爆出已经梅开三度，娇妻钱慧比他小27岁。据两人共同友人表示，李宗盛很少带新任李太太出门，并且早在2015年李宗盛向朋友解释时称是李太太推估结婚最少李三年。港台媒体还找到了他与新任妻子的合照，两人在游艇上和友人一起合影，亲密依偎在一起，看起来非常甜蜜。虽然不知两人是否已经真的结婚三年，但从拍照的姿势可以看出李宗盛和千惠关系非常亲密。媒体还拍到两人一起外出回家，下车时李宗盛还贴心为妻子整理衣服。并且在李宗盛出国时，李太太对李宗盛和前妻的女儿非常照顾。在这段感情之前，李宗盛还有过两段婚姻。第一任妻子朱卫茵原是香港电台主持人，1987年嫁给李宗盛，随夫移居台湾。婚后朱卫茵产下李纯儿、李安儿两个女儿，却在1997年离婚，两人的婚姻仅维持10年。第二年李宗盛和合作过的歌手林忆莲开发布会公开恋情，并在当年1998年在加拿大结婚，两人的这段感情被外界称为小三扶正。结婚同一年，林忆莲生下女儿李喜儿，从时间上推算，林忆莲算应是奉子成婚。但第二段婚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2004年7月，李宗盛和林忆莲双方同时发布离婚声明，这段婚姻仅持续了6年时间。